你醒了，丫丫。这样加热，等一下就比较像发烧了。发烧应该是贴退热贴吧？哎，你懂什么啊？我又不是真的发烧，就是要靠这个制造发热的假象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手这么冰，脸怎么这么烫？该不会真得什么怪病了吧？不行，我赶快打电话给医院啊！不用了，没事啊，我只是感冒加上生理期，没事啊，不用去医院了，很丢脸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这有什么好丢脸的呢？好了，不叫救护车没关系。哎，你换个衣服，我带你去看急诊，走。不要去急诊了，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好。小时候我生病，你都会给我一根棒棒糖，跟我说吃了就不会那么难受。可是长大之后，棒棒糖都是自己买给自己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爸爸买给我的棒棒糖了。好，没事。那你赶快好起来，等你好起来。我带你去买棒棒糖，好不好？我们买一大盒，然后你怎么吃都吃不完。那你是不是不生气了？不生气了，当然不生气了，只要你好起来就行了。你自己说的。那我们打勾勾盖印章。来，打勾勾。绝对不能耍赖。我反悔，是你比较爱耍赖吧？还没盖印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青春向前冲》。